你呢？也开始录了。录了。当然了。好。这是什么 campaign 恰吉啊？那我开始可以用 Line Pay 来买雪票哦？是吗？我有 Line Pay 啊。哇，怎么换？哎呦，勾到我的。这是什么？电啊？有在充电吗？有啊。你刚勾到我的线还是什么？换边，你不是都走后面吗？是。好了，可以。雪还是很大。嗯，对啊。接下来都要下雪。我先站在门口，让我们冰一点，不然我们现在东西太热，它带就雪会粘出去。慢慢的出去。就是先让机器降温，它才会沾雪。让外套一下。怎么了？因为强风暂停运转，请等一下。哦。哎呦！我看现在的气象。几度？它的官网有几度哎？负三，现在下午下雪。咖啡，哦，上面那个贵贵的那个吗？还是上面不是青井泽那个还是贵贵的？这面包看起来很好吃哎。什么面包 ？Lunch combo。嗯。没看到啊。这是上面的那个啦，木头屋子红色 logo， 这个 logo 记得吗？像是上面的。上面？嗯。哪个上面？这个的上一段的那个。还有？这上一段不是一个咖啡色的屋子，然后红色的 mark, 那里还有 mark， 那里有产品啊。啊，是哦，我不知道。嘿，这个在这里面，清景泽这个。对啊，我在这里面很贵啊，那贵贵的。对啊，3000块。3000块的披萨，好，他知不知道我们在这啊？酸了，为什么要酸手？推推的那个，我一直都忍着不要推。
推吗？对，这里真的开始。我觉得我们的杖好像太短哎、欸，我看别人的杖很长，就比较好推、欸。应该没有吧？真的有太短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平常就是大概这个。我们今天真的是滑这个吗？看起来很陡哎、欸。是啊，是这个。然后中间切树林回来的地方、啊。哦。对啊，切的地方在那。看起来挺陡。他在拔棒棒哎。什么意思？那个人在拔红棒棒。我来帮他拍一张啊！你帮我，你相机要手机要拿吗？帮我拍一张，就是我们今天滑的，类似。好物、哦。在门口，最下层的门口。我们已经在一楼门口了，在这里让衣服降温。很冷，很冷。不要拍到柱子嘛。对啊。一个门口最上面的吗？最下面。不是说运动吗？最下面，最下面缆车出口。帮我拍好了哈。嗯，应该有吧。有沾吗？有沾吗？啊？我的上面有沾血吗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好。为什么我的现在还在讲话？在外面啊，外面见。他是中间，他二楼。他停车在二楼，我们停车在这一楼。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要去哪啦？你的在这，你要去哪？你看，绵绵冰哎、欸，好粉哦、喔！啊，这样子擦的就这样了。你觉得我去问丸山先生说怎么办？我的腿都并不起来，我并起来我就会要不要问他了？问也答不出来，你还给他用？他就说叫大家有疑难可以问他，是吗？问他说明他很高兴，好不好？说我看别人你们日本的滑都脚并的好合哦，我并不起来哎。都觉得他应该都觉得没有人知道他有那个能力，大家都没有在看电梯，我发现了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在哪？坐着穿。人呢？站起来了。哪里啊？滑不动，滑不动，滑不动，我也拉不动你呀、啊！
Yeah. It's gone. They took the gun out of him. Yeah, isn't that it? That's crazy.有点松，有点难刹，哎。拿着雪板，看起来像吗？你觉得像小偷吗？谁知道嘞？很可怕呢，怎么可以偷人家的东西？
讲的不是很好。哎，你说我要高不是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在下面呢。OK。好，脚伸直。有啊，这样很直啊。我只有一只脚，现在又是悬空的。多拍几张，又会有那个人像有吗？现在就是人像。啊，普通的嘞。现在是普通的。啊，换我下去帮你拍，相机给我。滑不出来。好，往前，你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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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。好，停。好，看我，你能看我吗？哎呀，哎。然后人像，人像，好，你可不可以看我一点啊？我知道，没关系，一二三。因为我觉得雪会挡在镜头前面。就多几张啊，小心你的下面那只脚再放松。手套也掉了。转向我一点。对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好，全身。好，大的。好，一二三。你要横的吗？横的后面都有人。哎呦，我不小心按到了。哦。用滑的。好，一二，一二三。按不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应该还不错吧。刚我要靠这边漂亮，他叫他帮我，叫他说哎帮他拍照，我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怎么叫都叫不到，叫叫叫，嗯，叫不到。哇，那个湿湿的，滑不出来。滑什么？也感应不到手指。我要讲话的话。我们现在停在上面拍树壁呢。叫他不要动。我。中间的出口。怎么叫外面见？哦，没有，他刚没有讲话。那就下去找他就好了。啊。如果还有树壁的话。好。好，你先走了。缆车下面那边，莫有听到吗？
你不用啊，我往下滑就好了。小心点哦！拍照。那我要露牙齿吗？你要的。我觉得我比较好看哎。随便你啊。从现在拿度，他这边爱有我呀。这样吗？你要你坐这样上面有缆车没？都有，有缆车没关系啊。没关系。好。哦、oh, 啊，不会瞎，等会好，你就看就对了，因为我的手的感应很不一定。Oh. 好，一二三，步兵，等一下我搬过来。等会，啊，帮我捡。你要这样哦。然后。不是啊，你的我的好难感应哦、喔。对啊，我知道我要脱手套，啊、我要脱手套，真的，他的刚刚我没有那个问题，我不用脱手套。好，人像哦、喔，一二三，换姿势啊，换姿势。每次都躺平，躺平看不到人呐、啊。每次都躺平啊？有吗？那我可以站起来吧？可以啊。好，好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。你滑走了就拍不到了。对。好，我没有录，有在人像，你不要给我滑走，你不能定住啊。滑走就没了。那你给他。他腰他不愿意折回，摸你下去一点，你转下去一点，我再滑。你不要动哦。好，我不要动，现在可以考得住。好。哎呀，要全身吗？你的人像要全身吗？好啊。那我要还要再退。小心。好，一二三。我觉得人像其实不用全身比较好看，因为我想要大。你再下来一点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录影。好，你看看有没有满意的，不满意我再帮你拍。不要卡我，不要卡我，还抓我，不要抓我。没有满意的再帮你拍。很好啊。哦，真的很好看。但是我觉得就不糊哎。里面还有了。哦，真的很好看哦。里面血超多。我又给你半身比较好看。明天我滑在你旁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滑过去吗？哪路啊？是这个吗？直下。还是下一个？直下。还没有要到转弯的地方了。要转弯吗？对啊。哦，我以为到了。还没。确定，它是蛮下面有点平的地方转弯的，因为这边切过去是绿线，这条绿线我们更没滑过。是啊。对啊，我们要走红线下去。先走啊，我等下找你。反正你很快，我还要撸很久。我在前面啦，撸一下我的动作，接乱七八糟的样子，哈。
子小一比，那个鱼市场是那边。好嘞。好热，好热，热热热，热死了。套着，把它一丢就掉了。
好热，快热死了，下得乱七八糟，脚酸了啊，其实脚酸。好，旁边比较平吗？下旁边好了。我在这，这几号？他需要这几号？3号。你要坐三号？都可以啊，哪个来的？应该要坐三号，二号好像会绕一大圈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们上次坐三号。我们上次坐三号二号。我们不是跟 HV 3的老外聊天吗？对啊，但我们他是根本搞错，上次是坐二号。是啊，好啊。二号吗？对的。好。好看哦。怎么会？照片啊，对啊，就刚刚一看，正前面有个更漂亮，叫你，我叫叫，然后怎么叫听不到？听不到，你要用那个。我哪有时间啊？累死了，现在几点？那今天要是我晚一点再洗澡了。很早嘛，现在4点半了。四点半了。哦，不早。对啊，休息一下就是。我休息到3点多，到底已经4点半了。对啊。现在很多哎。因为我们中午在拍照，所以比较慢。因为有加班车嘛。好热哦，怎么办？好难受，好难受。我已经把眼罩拿掉啊。面罩拉开，眼罩拿掉还可以。眼罩没办法拿掉啊，你就放到脖子啊。试试看就知道。哦。
太阳都快没了，还怕云杀？真好看哦！我拍的好吧？我要看比例的好吧？不像某人把人家拍成大头。真的，真的。下雪，下雪。要离开前，很多的粉雪，我们什么都滑到了。有啊，也滑到粉雪。而且练功的时候是晴天，玩乐的时候是粉雪。你要是从头到尾都粉雪的话，还练不到真正的功力，对不对？因为刹车太厉害了。对啊，就反而会以为就这么好滑，忽视自己那么厉害。对。对开车的很衰。他没考好之前，他还不能出发的。他什么都看不到、哦。有，而且我发现他们全部都有把那个雨刷立起来。立起来。嗯，他们都有立。会发生什么事？啊，要不要关了？要不要关了？你可以关啊，不就按一下就好了。